的。来，现场朋友一起爱你。拍照。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，现在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第四节，在打完前面三节，工程师是76-69，暂时取得一个7分领先。而这个分数上面啊，其实打得并不算高，尤其两队在例行赛对战的时候，工程师平均可以拿到107.3分，新北国王平均可以拿到101.5分。双方在第一战呢，其实这个对战的强度影响之下，其实整体的得分已经有下降。而在今天打完前三节，感觉啊要突破100分，这方面对两队来讲可能都有些困难了。